朋友们，你们好，我是 Gigi 梁咏琪，春晚我来了。猴年春晚的彩排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近日歌手梁咏琪也已经正式确认加盟。虽说是第三次上春晚的老面孔，但这一回的意义有点不同，除了是产后全面复出的头一场大秀，演出形式也大有不同，难免有点小忐忑，心情又紧张又兴奋。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2000年的时候，那一次就是纯粹的唱歌表演，然后第二次是在2008年的时候就有跳舞啊跟唱歌，这一次就不一样的呈现方式去表演，就是会弹钢琴唱歌。所以我感觉第三次上春晚，我当然自己是满心期待是可以带给观众就是跟上次两次不一样的表演。而最近在综艺领域大放异彩的沙溢也出现在了春晚彩排的现场，虽然节目内容仍是个谜，但搭档据说是《武林外传》里的老朋友闫妮儿，老白和佟掌柜再聚首，大家的期待值是不是又要飙升了？春晚嘛，这个舞台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是一个比赛什么啊，主要就是能够把这种快乐、把这种幸福能够传递出去，给电视机前的千家万户啊，让他们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开心啊，这就我觉得就是足够了。怀旧派们有惊喜，力挺小鲜肉的粉丝们当然也有福利。备受关注的 TFBOYS 组合节目形式也已经正式确定。今年春晚我们的作品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形式，就是伴舞都是一些卡通的形象啊，然后给一种青春的活力的感觉。我们这次的节目是类似于一个歌舞剧、话剧的类型，然后我们是作为叙述人来参与在其中。这次我们不光有唱歌跳舞，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小情景剧的小表演。